因为我看你在就是节目上的这种猜歌环节都超级强，很不赖，但是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也是有听很多人的歌。这首还好吗？还好吗？那那那那那那那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很蛮多你的歌的，所以你可能要小心，你不要太小看我。好，我们就先来第一题，然后说不，那我要听58秒。该不会没有在唱歌吧？哎，他多放好多。天哪！什么的？我没有办法，可以再听一秒吗？啊！我知道，我们都傻。哇，要唱？怎么可能？你的眼神，我很窒息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有跟制作单位先要题目。我真的没有跟制作单位先要题目。我是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。你有点像杨凡了。我像杨凡了。哇，答对，好开心哦！这是一种真正的喜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样，我们都傻。我真的是心服口服，真的是哈。对，好了，后面还有差不多六，我还有5题的空间，是不是六等拉长？一样叫做不，这是。因为我的手，我的手有障碍。有点纠结，对，有障碍。你刚刚讲什么？不不，好，谢谢。几秒？你想要难一点吗？我真的都对我来说都很难，我刚刚真的听不出来呀。好，那我们再挑酷哥一点的地方吧，1分10秒。什么？任意门。好，人生危机哦。好，那那让我躲一躲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暗恋过我？有啦，其实有，就是以前经过西门町，刚好在办签唱会，就这样停下来一直看很久的那种。你真的实至名归。真的啦。他要比这之前压力大到不行。我压力大到我刚一直在背歌词，根本就听不出来。我一直就是刷你每首歌，然后就这样看一下歌词，大家背一下，对，好好好，这首我记住了。哦，很像在考试。I can't， 你是把我打的跳头血的。我还以为你很像这样子。哎，我真的很弱。好，这个好弱，这个好难哦。还有第三题了，等到石头布。好啊，就2分15秒。谁知道啊？好熟哦！陈琳一定要30，30吗？哎，不愧是我听这张专辑听一千遍、2000遍哎，好险！真的是听1000遍哎。那可以为我们唱一段山石？我就唱最后一句。但是我要说明，最后一句虽然是给女孩，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分性别的，我们都可以。了解，了解。一样的女孩，还没唱。你会有答案。刚刚就是没做功课的人，不知道还没唱完，这样对？开玩笑的啦，那还没唱完，自肥佬这样子，很好听。那我们目前现在2比1，你有想要再加码吗？因为我们还有多准备两。不敢呢，但可以加加看。再不敢。再加码一题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很厉害。再加。加手不。30秒。哦，那我。我都不要加码了，烦呢。哦哟，烦呢。这个蛮简单的，我也知道。好，再加满一笔，再加满一笔，就那时候。好，50秒。对啦，早说不要加满了，现在这那个下好离手，就不要再加满了。耶，我赢3比2，整个变3比2哎。对，好。好，那就进下一个环节，歌词填空题。这个有够简单的啦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很简单，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猜拳，所以根本就是运气的问题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那我赢嘞。对啊，来。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，谁却忘了。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，谁却忘了。
正确答案吗？展开双臂，感觉风在吹，我选择不在乎。答对。这个送分题了，好不好？送分题了。整个五比二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跳圈圈好，你是不是很难？还是我们先收工。我知道哥，那我这一段我很难。对啊，还是你就直接填。这会很混乱。我知道是失忆的金鱼啊。是一哭谁一闹，那一痛谁一抱。然后像哎，怎么都爱不到陌生的躲掉有话。答对吗？答对了。答对了啦！哎呦。好，下次还是要给你们打一下 pass 吧。真的答不对这样子，因为这个真的蛮难的。这个很难。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。很简单，看看你会不会。这题太简单了。如果会的话，你要直接让我答吗？对。好，不能握的手，从此匿名的朋友。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。不能握的手，从此匿名的朋友。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与你无关，泪自行吸收。很好，真的有在听啦，真的是。你买我专辑买100张？你也太难了。不是，就是我们有一些经济压力，考量一下的。MV 那个没问题，节目后面节目不可以做到后面只剩3秒哦。就是要足够有唱到那个完整副歌的 MV， 可以吗？节目后面我们帮声音放 MV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是其实今天呢，因为我本来就想说这个游戏我一定要赢，因为我要跟你许一个愿。什么愿？可是我现在不能许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许。你先说说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拿出来啦。就是我有另外一个那个我在鱼版的单元叫做《敬爱唱》，它那个单元就比较疯，比较没营养，这样。不会啊，有我的歌不就是有打歌吗？那你愿意来唱吗？因为觉得，因为觉得你今天有比较不疯吗？有一点是不是？就是算了，我也知道你是这样，所以我就觉得正常。哦，那但我愿意签下这个契约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我们真的是会拿这个压到唱片公司来压你去。Anytime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陈琳，太棒了。那希望下次我们跟陈琳可以在敬爱唱见面。好。很三八的紧张，会吗？我很紧张吗？我只要流汗就是紧张。我跟他说我们要放杨建林，他说我以前都是他的粉。对啊，我就很紧张。他真的是，因为他刚才都很厉害。真的，我不会觉得他在说谎。这你之前有看过《艳阳天下》？我有看过啊。我就觉得他就是这么激动，所以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淡定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就怕有些人会觉得很吵。那个蛮好笑的。狼人杀很难的，我如果去我就希望我是平民，可以什么都不做。可是平民也很难吧？对，平民就很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但是至少不怕犯错，你不会心虚啊。哦。